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现在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库布齐沙漠，你们看我后面，哇，你们看有多少太阳能板，能不能看清楚？如果我这里拍一下，你看那么多。我真的很好奇，为什么在沙漠上要造这么多的太阳能板？除了发电，还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？咱们去了解一下哦。2012年以来，依托库布齐沙漠丰富的太阳能资源，为利用土地资源，以及地理小纳优势，探索形成了治沙、生态、光伏、产业四种平衡驱动的库布齐沙漠模式，规划建设了百万千万计的光伏治沙项目。拉一个介绍的人，被迫营业了。被迫营业。你看这个小一点的，这个什么区别吗？有区别吗？有区别，这个是跟着太阳转的，这个肉眼看不出来，因为它一天才转的那一圈。哦。嗯。那那边呢？是固定的。那边是固定的，这个是第一期建设的。第一期建设的话，它是当时没有这种技术。为什么想到建这个？往大的说的话，就是为了响应国家这种低碳的号召，往小的说的话就是得赚钱，这企业也得赚钱。因为我们这个造这个啊，它并入国家电网以后，我们相当于把电卖给国家电网。对，我们在同时治沙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产生利润。那你觉得造这么多太阳能板板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好处？和现在的火电来比较嘛，这块的就是能源的话，就是属于清洁能源，每年减少多少二氧化碳排放。还促进这边就业了，对，促进就业，这就是受益者。啊，这个老师傅，为什么是受益者呢？上面能干点活啊。开这个项目之前，这边的货不多是吧？没有货，以前耕地种地，农民了。那你们是每天在这里工作多长时间？每天基本是8个小时。8个小时。促进就业的话，它主要是分为两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土地存在这种当地的牧民手里面，我们通过这种租赁的方式啊，把土地租下来，这是给了他们一部分的费用。第二方面就是，你比如现在我们正在建设光伏，故宫了什么的，都是雇的当地的这种贫困一些的贫困户，我们是优先考虑。而且这个板儿刮风沙的话，上面会洒落一些灰尘啥的，那种就影响发电量，所以我们一年的话是分4次。清洗是指光伏板，它还要清洗啊？对，清洗它就是拿那种水冲，或者是拿这个拖地布。以前是挑选的是57户，属于贫困户。现在不是整体脱贫了嘛？然后我们就是找这些村里面就是比较穷一点的这些啊，过来打。可能一人的话，每个人可能一年能增加3万块钱的收入，不少呗。那这些师傅都是你们当地的？都是当地的建设者。就是之前因为这个大家都来工作了，对，没有这个的时候大家都在种地是吧？种，而且都是在他们就是农闲的时候。你们种的是这个草吗？对，这个就叫4尺冰梨，就是牧草和苜蓿那些差不多。但我看它长得也不多啊，那边多一些。很多，只不过是它现在野草比较多嘛，牧草不是最主要的。这第一步先种植了这个4尺冰梨牧草啊，第二步我们要在这块地上嫁接肉苁蓉，肉苁蓉它是属于一种中药材，那个利润高一些。这下面很凉快，对，就是完全感觉不到是沙漠了，对，就舒服多了。而且下面也可以养羊这些。风沙都止住了，没沙也跑起不来了。你看你们来了，这都有风。对，今天又搬起来，没什么感觉。哎，对吧？过去来了以后，风沙刮的太大了，就人都长着都长不住了，就眼睛都长不开了，眼睛睁不开。中国治沙的世界上也是有名的嘛。有名。对，这个我们正式的分析啊。哦，哪里有沙，哪里来看看怎么样治。对对对，还有经验了。对，好的东西都要学学，对吧？哎，但是我之前是去了那个榆林的那个猫苏沙漠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们那边的治沙跟你们这边不一样吗？他们会很麻烦，他说，但是我感觉你们这边很轻松，为什么呢？哎呀，因为你过程你们看到，你所以你看到的是结果，就其实也是很非常非常难。最开始的时候，人们就是背着树苗进去沙漠里边种，一走就一个星期。哎，那你们这边水是从哪里来的？水是它是很多，还是地下水？
对，那边还再早一些太阳板是吧？那个是去年新开工的，是全国最单体最大的一个光伏项目，是有几个两个大是吧？对，那边是就是单位的话是200万千吧，这个现在已经建成是71万，现在我们还再建20万，最后建成应该这块是91万。所以造这个太阳能板不但能发电，其实它带来的好处还有很多，比如说它下面可以种东西，比如说它可以治沙，它还可以发电。但是你看那边一片沙漠，我觉得这个对生态环境包括电能都有一个很好的好处，一举多得，还解决了这边就业问题。一举两得那不行，因为超过两个，所以就要说一举多得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是的。哇塞，我猜到了。哦，今天卢卡戴墨镜啊，太帅了，太帅了。哦，帅。你们看，吴彦祖，阿祖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希望这里的故事今天也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收获。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又能赚钱，然后又能带动其他地方的发展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可能做成功的一件事。Bravo。那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哦，对，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。来自沙漠的问候。